我在香港出世的嘛，香港是誰都不想離開自己家，看到香港這樣真的很心痛，希望呢即香港人努力咯。Hello， 我是梁子玲，来了英国做厨师，今日介绍一位在我移居英国路上照顾了我很多的前辈给大家认识。他做过无数英国留学生的监护人，煮餸出神入化，他就是 Hello Auntie May。 多谢你来探我，人称呼我叫 Auntie May， 我来了英国住了33年，我很小的出来做事的了，初出来做事就在工厂做钉猪仔呢同埋穿膠花。我以前咧就喺香港軍部做過嘢，20歲入去，嚟到英國已經即係做家電啦，有超過20年啦。Auntie May 丈夫 Uncle George 係駐港英軍，佢哋喺香港認識、結婚，累積幾十年入廚經驗嘅 Auntie May 有好多拿手菜。佢今日示範咗幾樣最受留學生歡迎嘅香港美食。燒叉燒家都唔係咁難，初初嚟嗰陣時啊，我哋要去第二個埠啊，去嗰啲 butcher 嗰度 order 嘅。即系咁爆爆佢咯，即系倒埋猪皮入去。啲萝卜嗰啲唔系咁容易买，啲教你靓啊！呢啲都系嚟到英国学嘅。咁我喺香港好多嘢都唔需要整噶嘛。如果你唔系学嘅，你就食唔到香港啲嘢咯。除非你喺伦敦住。呢个羊腩买翻嚟咧，搵热水淥一淥佢。我冇称噶，我即系用个手咯。香港學生嚟，你怕香港啲食物咯，會懷念你自己屋企，即係家鄉啲嘢啊！但咧，你學校唔會煮依樣送俾你食噶嘛。喺英國做監護人職責好多，例如要出席家長日，喺週末或者長假期照顧留學生起居飲食。啊，點解要做家電咧？學校，因為你父母唔喺身邊，咁我哋要照顧佢。佢學校有咩嘢咧 ？Parent meeting。我哋代表佢個父母啦，或者你個細路仔或者唔開心，咁我哋要幫同學校聯絡，都幾困身嘅。譬如假期我哋想去旅行，佢哋唔係翻香港嘅咧，我哋要睇住佢咯。每次我煮啲嘢咧，即係 send 翻啲相俾佢哋睇，即係同佢哋重温咯。Alex 是其中一个 Auntie May 照顾嘅香港留学生，而家係一名英国特许嘅土木工程师。Hello， 我是 Alex。 去英国的时候呢，当年就是1994年的，那我就12岁，初初过到不是那么习惯，那经常挂住屋企啊，喊啊。 Auntie May 和 Uncle 帮了我们很多的，头一年第一个 term 第二个 term 开始已经是有很明显的进步了。在 Auntie 身上面学到的就是乐于助人啦，即系唔好怕蚀底啊！我身边好多打算移民英国嘅朋友都非常担心自己英文唔好，喺英国沟通好困难。虽然丈夫系英国人，但系 Auntie May 好老实咁话，当年自己嘅英文只有小学程度。英文呢，我只系读咗2年，4年级先开始教 A B C 嗰啲。1 2 3 4 5 6 7 8 9 10。我好彩，我有读书，好多人都冇书读嘅。嗰個年代，我嚟到英國之後咧，成日聽 BBC 電台，同埋咧睇字典咯。嗰陣時唔係學家有 iPhone 嗰啲嘢噶嘛，咁唔識嘅我唔怕嘅我。33年過去，即使 Auntie May 唔係講一口英式英語，日常溝通絕對冇問題。呢啲係snow job黃色嗰啲叫 caucus， 佢哋唔會笑你嘅，即係最緊要你本身咧係真心問人哋。Auntie May 雖然已經退咗休，冇再做監護人，但樂於助人嘅佢。仍然成日为身边的人带来温暖，例如最近接待用 LOTR 移民英国的亲戚，等他和仔仔尽快适应英国新生活。我来了英国就3个月嘅，咁我和我个仔5岁，主要是为了我的小朋友读书啦。英国的教育始终比香港冇咁大压力，英国活动空间比香港大很多，小朋友都适应得很快。我仔嚟到咧，好快就學識踩單車喎，好好咯！而家我同我仔差唔多日日都係有個一齊親子嘅活動，就係去踩單車咯。朗朗，你踩單車開唔開心啊？開心。到步1个月，仔仔已經揾到小學 ，Rebecca 亦已經揾到工作。咁呢度我都喺度多謝佢啦，因為我始終即係由香港咁遠嚟到呢度，即係都打攪咗佢多咯，同埋有時佢都會俾好多意見我同埋我小朋友，令到我哋即係處理問題上面咧都好順暢。
虽然离开了香港几十年，但是 Auntie May 每日都会紧贴香港的新闻，见住香港变得咁快， Auntie May 有咩感受呢？即系我喺香港出世噶嘛，嗰个年代咧，虽然系穷我哋，即系你肯做，你咪有出头咯，同埋咧你挨得好开心咯。即系直情唔系学我嗰个年代，系英国管理，即系早两年发生事，见到香港咁样，即系好心痛咯。你而家讲嘢，你担心啦，但我哋嗰时冇嘅，咁啊希望咧，即系香港人努力咯。记得订阅果子啦，仲要揿埋个钟仔添啊！